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的赛事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为您带来第26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决赛三番棋的第二局。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曹大元老师啊，对，做客演播室啊。曹老您好。哎，你好，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个 LG 杯的决赛三番棋啊，今天第二局，第二局，前天进行的是第一局，那么我相信很多棋友可能都在关注这个比赛啊。是的。对，那么第一局其实我们对杨景新九段觉得非常的，非常可惜，非常可惜，非常遗憾。那一局，是一个形势非常占于优势的情况下哈，对，是最终被逆有转。媒体，可能还是韩国媒体报道说是，那个申正旭是抓住了1%的机会，那实际上那盘棋的胜利一度是，是杨景新是过99%，对，几乎已经要赢到手的棋了，是。那么赛后呢，也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我看有很多的报道啊，也有这个技术上的分析啊，总之都是非常的遗憾。但是三番棋嘛，第一局这个很遗憾的落败之后，好，其实后面还是有机会的。机会肯定还是有，对，是。那么今天就会迎来第二局的这个赛事。第二局，那么对杨景星来说也是背水一战。是的。好，那么我们也是听到导播说了，在第一局之后呢，我们也是对他进行了一个赛后的采访，对杨景星对九杨景段，星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的。布局其实就是也没摆过，就是临时想了一个，就是觉得就想下的积极一点，然后就是下的速度快一点是什么实际什么，然后就前面我下的很慢，因为很多东西临时想，但是效果还可以吧，就是进程应该感觉形势一直就是杀出了想要的效果，中间本来也没就是搞不清谁好，因为就是我知道我有时候判断也会有点乐观，所以就下一直棋下很紧，但是中间那个就是转换，然后我全部活出来之后，当时觉得这棋应该要赢，然后就感觉棋要赢，但是就反正一进入2秒，连续好像3个大失误，就不简明，就是其实亏几目，当时让他吃掉那4个也是赢一点，就当时。中间一个特别简单的误算，没注意他打了提了之后咽了口气，就反正就是好好休息吧，就后天希望还是能下出自己的就是想下出来的东西，但是就是2秒后半盘跟2秒可能确实需要加强，这个可能确实一直以来的问题，确实。就反正后天再，今天有点渴。这个赛后对，的一个采访啊，可以看出来，这个杨景新九段确实是自己也觉得特别的遗憾是，啊，但是还好啊，看他情绪还是 hold 住了，是吧？对，是的，那么休战一天之后，今天就迎来了第二局的对决啊，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今天的比赛画面，比赛依然是早上9点钟打响。对。这个上午9点开始比赛，对中国棋手来说是稍微早了一点。早了一点对，哦，韩国时间是上午10点。10点，对，有1小时的这个时差。那么这个 LG 杯，因为它用时比较长，每方3个小时，对，然后3个小时之后有5次40秒的2秒，就是40秒1步。40秒1步，对，这40秒2秒，这个时间挺奇怪的。一般是30或者1分钟，是吧？对，中国的棋战没有40秒2秒，就是快棋也没有40秒2秒。对，这是韩国的一种用时规则啊。对，可能也就是 LG 杯是独一份吧，好的，那么第二局呢，也是双方交换了这个黑白棋，这盘棋是申正旭九段的黑棋。好，我们进入棋局。好的。这个申九段是开局是，比错方小错小目，目，
第一局的时候，杨景新黑棋也是棋手小木开局的，对，然后他是对角小木，对角小木，对对，今天是杨景新不给孙正旭下对角的机会。这个，现在我们这个黑白棋啊，如果是中国规则大天目的话，应该说是白棋要好下一些。但是这个 LG 杯是黑天六目吧，哎，韩国规则，所以他这个胜负来说好像差不多，差不多。从这个决议给的胜率来说，几乎是一个，这白棋稍微好一点点，51。51，51就微乎其微，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好。其实从人工智能给出的这个胜率上来看的话，我们差不多可以认定，就黑棋贴六目半，还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数字，相对合理的啊，对。对，那么贴五目半的话，黑棋的胜率要特别高了。七目半现在白棋稍高一点，白棋60%，高很多了，对，60%。好，挂角，挂角，挂角，这样压，爬，这个飞鸭现在在人工智能的眼里是飞鸭走着，不管，基本上不看别的地方的配置如何，还飞鸭一方是稍微忽略一些，已经便宜到了，对，就是说几乎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下飞鸭的，对，实际上黑棋也是选择的小飞，是吧？小飞，对，小飞。如果是三路跳，跳也可以，肯定也是可以的，对。啊，但是这个二路飞，它就是避免了白棋的借用，是吧？对对对，那最直接的说，就是避免了白棋死顶这个。对。一顶的话，因为这里黑的有个曲线，角控可能就要被白棋获取了。是。这个话，这个棋就没了。好，接下来白棋是小尖起来。对。这棋按原来的就是人类棋手的思路的话，是应该在上面拆的。这一类吧，反正这四个点。对，看起来这个大场好像双方的一个天王山是吧？都是好点。相对来说，这边这个这一带很重要吗？我是不太清楚啊。我是觉得是，假如早五年以前的话，我肯定要特别的批判这手棋。我觉得可能觉得他不传统的理论来说，对，可能觉得他不是太好的一步棋，对，那么这个应该下在这里。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在我的内心里，我还是觉得这步棋不好。要您下的话，还是走上边。我肯定不下这步棋。对，确实啊，曹老，这个因为这个头在这儿，对啊，对啊，这条边是第一嘛。我想有几个原因啊，现在就是按我们，我说的是人类棋手的以前的一些思路。第一，这地方不太怕白棋黑棋来夹击，是吧？因为这个地方这头这么扁。对。我反正你走着我走这个不太怕。我还怕你飞鸭吗？也没什么特别怕的。也没什么特别怕的。对。我觉得没就不怕黑的在那什么地方下。其实这个这一代的棋，如果该黑棋下的话，也许是什么都不下了。按以前的理论的话，可能黑的是自己拆一个，或者黑的就在下边快速展开。对。对吧？这个棋，当然这手棋肯定是杨景新会下这手棋，应该也是肯定是得到人工智能的指点。有可能。其实我们现在对这个现在年轻高手的布局啊，他们都是对 AI 研究的很深，对对，是吧？对对。所以如果下出一些大家看起来有些意外的棋，所以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用 AI 去研究过了。
很有可能、啊、是很有可能的。这个无论如何是个很好的一个点，黑棋走到这了。嗯嗯，接下来白棋的这个嗯走在这儿，对，这个比较飘逸的一手哈。嗯，就是飘一个，就、就像飘一个，就像天上下雪了。那么白黑棋下的很扎实。嗯，对，拆一，拆一也是可以的。以后下可能，跟白棋这手棋可能交换不着。哦。比如说你这一代有子的话，你再拆一，他可能就点了。比较放心的来骚扰你了。那如果我这没有子再点的话，没有子再点，当然也可以，我觉得啊。嗯、不过就是说，感觉上让黑棋在这里贴起来的话，这地方没子，黑棋的子效还是不错的。哦、有可能这两个交换白棋不便宜、嗯、是吧？嗯，就是有这个感觉吧，他觉得先交换一个，黑的是获利的，是一个时机。但是白棋来说是这个好，这个好也很难说，这个紧凑一点，对，是吧？这样，那这个好盖走，嗯，嗯，这个也是一种棋形，嗯，像黑棋交换了之后，现在飞起来，张牙舞爪了，嗯。这个在扩张上面这个实地啊，是的，嗯，白棋因为这一代下厚了，嗯，他就敢于下在这个地方了，对，因为早先下的话，黑的是要冲断的，这地方是要冲了断的，假如这个都没有的话，嗯、肯定要是要冲断的，对，现在冲断是不是有点过分、啊？对，假如形成这个结果的话，或者这个或者这两个都可以，嗯、这个。黑棋有点无聊，因为白棋这两手棋已经早先就等在那了。对。那么实战当白棋飞这个时候呢，黑棋采用了迂回的战术。嗯。啊。加一个。这棋也很实惠。对，就是问你是粘还是冲下去，是吧？粘的话呢，粘的话反过来我们。反过来推理一下，等于他跳，嗯，我飞出来了，嗯，你是冲了一个不太好，我冲一个也不太好，不太好，总体上是差不多，但是最早的最初，你这个跳跟我这个飞脚的话，可能对白棋来说略微有一点点缓，有点不肯啊，对，对，是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局部呢，局部的棋形是这样的，就是。白棋一般不肯接，就是像他实战下那样是虎一个。嗯，你打次时候呢，这要再打吃在这。嗯，这是也是一种长形。对，实战就像是这样。是，这也是白棋的思路、嗯。对，那刚才曹老能冲下去吗？哦，冲下去吗？冲下去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对，你这二路得爬好多点，啊，这个爬得到头吗？这个，因为并没有把这四个黑棋吃掉。是，你爬到一定程度上，我这个一尖顶就对，走回来了。如果这边上面白棋有啊，那对啊，这样的话是可以，白的就行了，把黑的这个吃掉就可以。嗯、对你，因为上面少一手棋。对你现在爬半天，爬到这的时候，我也许应该还是CS能够在场的。是，这黑棋好。你再走的话，我就接你就行。这个爬的有点多哈，这个。对对对。嗯。所以这么分析下来，冲下去有点过分，粘的有点稍微有点不肯。嗯。所以实战白棋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下法。嗯嗯、但是这样的话，白棋在这里落一个后手。对，后手。嗯。然后黑棋拆过来。嗯。其实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啊，嗯，这个提到了白的早时机是要提一个，嗯，这棋黑棋是不太愿意在这里再花手术，再花手术的哈，为什么呢？对啊，就是怕他不踏实，害怕你再花一手之后，人家还是打入他。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说，你这么走过来，这个还是不清不楚的，这个地方能成多少空，真的还不知道。真要给你放一个、对对对对对对是吧？对对对。
就以前这种骑行啊，嗯，人类其实还有这样为控的，嗯，也许我想我们有些骑迷朋友们也喜欢这样，嗯，这样为控也可以试试，嗯，大家这样其实大家在对决中是可以试着下一下，就把这个看作就是完全是你的控，嗯，但是包括大部分的脚地也应该也都是你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就说你如果为一手认为这控都是你的话，那你肯定是这个效率是很高的。比较高，但是也不是绝对就已经赢了，还不到没到这程度了。但是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如果白棋在里面扔一个子，对，这个会下什么结果？那就要吃它呗，那是对这个是反正就是一个比力量。嗯，但这个棋呢，从顶尖的职业高手角度来看的话，黑棋假如这么围控的话呢，白棋除了这一代的骚扰你之外，当然这个白棋也有很大的风险，一个是可以外围过来，嗯，你也是有点不是很舒服，嗯，然后呢他可以来套你脚控，对，这个二进跳还是有点稍微的空，所以在顶尖高手的眼里呢，这手棋的效率并不是说十分高的，干脆就是走一步这个实实在在的大场，他是走到这儿了。啊，你看白棋，然后白的是提一个劫，提一个劫之后，因为这个劫白的是需要提的，嗯，因为不提的话，白棋一直是个负担。就是说，换句话说啊，假如黑的打过来，嗯，白棋提，黑棋总是接上的话，嗯，那白棋是不用提的，嗯，就是白棋现在这个场合白棋不用提，但是黑的是有可能打这的时候，我去外面找一个劫，嗯。要有个很大的劫财的话，然后找了劫财再提过来的话，这白棋就够呛。对，所以有个隐患。对，有隐患，所以这个能先提一个就算了。当然，作为黑棋来说呢，你提了我接上这一代，哦，如又多个子，对这一代白的成控就是有妨碍了。对，各有所得。对，啊，交换之后，现在白棋是。进去。对，打入了，打在这里，对，打在这儿，看看黑棋怎么应，对，是，就是现在像这种棋啊，就是在控里面，对方控里扔一个，先看看你怎么应，是吧？嗯、先是适应手，嗯、对，那白棋不黑棋怎么应，其实也挺烧脑的，对对对，确实是，嗯，黑的是不是没应是吧？应不好黑棋脱线了，对。黑棋现在点33，这是个大场。嗯、这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这下法，因为你挺难应这地方。第一个想法你是不能下在这儿的。嗯。这两个一交换，白棋是不是已经便宜了？已经便宜了。那个，然后他在脚里太容易出来了。对。如果这边多一个子的话，脚上靠一靠，基本上、嗯、对对对，这应该是很难吃掉了啊。吃不掉。吃不掉。就是吃不掉了。如果说你不逼这个，比如说补这里，补脚啊，补脚的话，你效率你也不高啊。嗯，就是说白棋，嗯，就比如说从这出来，嗯，那么我已经出头了，嗯，假如我没有这个呢，白棋怎么下呢？我们反过来再看他的下法，比如说他先直接进脚，嗯，他不太肯，对。比如说只要你这个棋跟这手棋不能取得联络的话，嗯，那么这地方白的已经多花了一手棋了，对，是吧？黑棋没有这个，那黑棋可以给你脚步活了。就说如果现在这种情况下，白棋靠进来，黑棋长，比如说就最简单的长，黑棋白棋在脚上活了，那么黑棋可能这里省了一手棋，对，是吧？这说长可能缓一些了，它比如说也有扳、嗯、也有顶。嗯，就是诸如此类的，是，就你只要比长好一些，结果、嗯、这个结果呢，黑的也不算太满意，嗯、就是他扳接了之后，他可以飞出去，只要比这结果好一点，黑的都是可以的。对，所以这个地方黑棋的思路就是说，如果你活脚，我就让你活啊，对对，你让你活，我顺势把外边的控就实力化。对, 你如果要在边上行棋的话呢，嗯，你也失去了进入脚步的机会。就是反而你不下、啊、我也不下。对对对。这地方这里比较有趣啊。对。好，所以他先点脚。点脚。嗯。先点33。
他先看看这一代的这个怎么定型，再决定上面、嗯、是的，下一手是是的如何应对。嗯，那白棋实在是选择的挡在这边。嗯嗯，其实曹老现在挡在这两边，好像是不是都可以考虑？嗯，是吧？因为他这个头高嘛。对，我在想是不是挡在这边。你然后比如说在这带飞或者是长抢一个先手，把这个这个点也很、嗯、也挺诱人的。对，啊，挡这边也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啊？是可以考虑这个下法。嗯、对，实战这个点太好了，是很想走。实战白棋是选择的挡在这边。嗯，这样的话，它采用的是。这个一个比较解明的定型、嗯、这黑的也挺满意，对，黑棋也挺满意，黑棋这个间隔还可以，这样的白棋是得到脚步的实地了。嗯，但是黑棋的配合哈，对，也不错，黑棋好像、啊、还是花了一手棋，属性就要走了。对、嗯、下面也是黑棋的一个理想型了。嗯，这样子白棋呢获得先手。嗯，它是在上面这样的拆一。拆一，哎，拆一很有意思啊。对，这边拆的话一般说如果有拆二的余地会拆二，对吧？就是觉得拆二不太满意那觉得拆二不太满意，你要拆一的话，其实反过来说你已经不满意了，你所以拆一总是不满意的、哦、实际上这个地方。对，那这里他是不是不管拆一还是拆二，黑棋下一手基本上都是平、啊、这对，这是一个局部的一个棋形的好点。是的，就你拆二，他可能也是贴。对，那么下一手白棋在这里看是怎么补，他可能觉得不是很好补、嗯、对，不是很好补，有可能会走重，就是说你走这个的话，嗯，后来是这样的。对，后来白的下一手下在这里，那么应该说可能白的还是这个棋形比这个棋形要好，这地方是明显有个穿。嗯，你走这种跳呢不是太好，他正好一次把脚步走活了。嗯，那么这个局部呢，好像人工智能在很多个回合当中都在推荐白棋的这里碰进去啊、哦、直接靠这个哦，这里是靠在这儿的。对，然后你下班的话他再连，我再连班，如果搬这里，如果下班白棋是可以直接连班下去的。嗯，是的，你只能打，只能断打了。那我也好粘不行，粘上被一爬对立，尤其是有了这个之后，嗯嗯，那还可以有个断式是吧，断一个。对，我如果吃这个，断吃这个不太好，被他挡了一跳，不太好。跳了我这个大头鬼。大头鬼也这个图是白棋好。嗯。大头鬼的话，他过去了嘛？对。我们你看一下这大头鬼。看一下这个，我吃在外边，白棋多一个挡的先手。嗯。这个里面是，虽然大头鬼哈，但是白棋也不怕，是吧？白棋不怕，对。这个定型。你因为这个地方啊，它是这样。嗯，作为黑棋来说，它不能这边吃。啊，对，这个不行。对呀、啊，这样吃，你看这样吃，我提掉。提掉。啊，或者说你打吃一下挡这个，这个时候。一样。不是，我可以顶这个。那我再。啊，铺这个再接上再接啊。对，那你铺一个，咱俩就这样。嗯。那是要挡一下的，再接。然后接。啊。我爬过，你就要吃。要吃，对。啊，这个地方，黑棋的木太少了，全被白棋套完了。虽然吃了这三个子，但是这个收获并不大。啊，并不大。将来提我还可以提过来，打三还一。嗯，打三还一，这个还是个，将来还要粘回去。嗯，黑棋整个脚步的实地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棋呢，所以假如白在断，实际上黑的也不太怕，黑的就拐这个好。这个征子啊，征子好像还征不掉，所以白棋好像征不掉这个子刚好、啊、对，所以白棋不一断不一定好，所以你还是就这么拐压过来算。哦，就这样下。对，压两个，它有个点，这地方有个点。这里、嗯。
点这个，埋到泉下后了。嗯，点这个是冲的话，它爬回去可以挡吗？可以挡，挡你是快棋。快棋。哎、嗯，是说是点这个是吧？是吧？嗯，还是直接加一个，加就行了。好像加一个吧。嗯，这样的话，白棋是这一圈是先手。嗯，嗯，对，白的是有这样的棋。嗯。那本局这个时候呢，白棋是跳了这个。这棋搬出来。嗯。白棋现在这边多两个子，和黑棋这两手交换。嗯嗯，这两手对这边是不是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对，但是呢，白棋呢在这一带呢还是有点手段的。第一，假如争不掉的话，它直接可以断。嗯，我现在好像是被争掉了。这正好被争掉，那么它应该是不能断、嗯、正好从这里打下去吃掉了这争子。对，那么白的呢，其实这绝不还有这个反扳的棋、哦、还好是吧？对，影响不大。还好还可以。关键是看主要这个焦点还是这一带，这个角上怎么出棋是吧，怎么对，它是靠在这儿的。嗯，这也是一个局部的一个长形哈，就靠在三三，这样黑棋是翻，嗯，然后白棋立挡住，他不肯让白棋直接联络，对，然后现在白棋断，哎，这个是局部的要点，这个、是断上去，杨典新所预计的，对，这地方争不掉，争不掉，肯定争不掉，这个必须得看清楚，对，这个得信任他，这个肯定争不掉，这个争肯定争不掉，对，肯定跑掉。但是呢，黑的也不是说绝对不能这么下，嗯，这个局部我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棋形就是这个，对，这个争呢，这个只是假装打两下哈、啊嗯，主要目的还是加这里，加这个，加这两个子是死掉了，但是就多一个断是吧？嗯，断，肯定断了。断一个。黑棋吃掉吧。黑棋吃干净。吃掉吧啊。想吃干净。然后白棋打这个。嗯。这个棋拐。嗯。这样。立下去。立下去哈。嗯。这还黑的不算太好。这立的他有点难受。对。你大概受不了我滚了扑了再打刺一下。那如果力能看作先手的话，白棋还挺愉快的。白棋可以尝这个。就可以尝出去。嗯、啊，那这个图不错。还不错。对，这个图好像我们看到白棋这个收获啊。可能也因为这个原因吧，实战黑的没这么想。对，这个一力确实是有点难受。嗯。它不能从外面是吧？不能在外边。嗯，你外面你只能打在这儿，我只能打在这儿。我这一拳太愉快了，这个太愉快了，这个这一扑，这可能黑棋确实是难以忍受。啊，好像还不活呀，这里边是不活，我一走你死了。对，但是我先把这个先出头，对对对。啊，这样我凶一点可以把这接回去。对，这个对这个不太好，黑棋这个图不太好。那么实战，嗯，实战深圳去下来也算蛮冷静的，对，就实战他就这样退了一个，对，他就这样退了。断的时候黑棋单退、啊，很冷静，但是那白棋就顺势白棋得到了扳过，对这个、啊、这个一路轻松度过、嗯，那白棋其实也是有收获，双方告一段落，对、嗯，也有收获，对，这一块上面基本上安定了，嗯、是的。我们看到刚才那个黑棋其实挺大的一个这个模样哈，嗯，现在就被白棋打散了。黑棋这个也或多或少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嗯、就拆在这里了，很稳啊，是吧？对对，
一个是很稳，另外一个也留下了白棋一个好点。因为今天其实黑棋他都选择的是一个高位，是吧？这边四路，这里四路。这个棋好像从棋形上走在这里或者这里都是没问题的。嗯，选在这里，呵呵，他的选点。嗯。嗯，上面飞。飞。对。交换一手。对，他如果再走一个尖的话，要憋着黑棋从二路爬了，这黑棋是不情愿的，所以他走上。靠住。嗯，这个是一直有的这个要这个棋，对、嗯。那我们看他后续的演变。他叫断打。嗯。当然这个棋是这个长形，然后他再往这个接上、嗯、然后他叫吃叫吃、啊、其实这个棋形呢好像黑棋有先往这里加一个的棋，先在这里加，你如果走这个嗯，我从这里突破算了，哦，踢掉从这里出来、嗯、对，因为你吃了我一个，我也吃了你一个。嗯。然后整块棋的话，白棋还没活，就是这块棋没活，因为这个断点显得很严厉。嗯、对，现在马上就要断。要补的话也很难受。但这样白棋先提一个子，也还可以，也可以吧？是不是也可以、嗯？我觉得黑的话下还可以。您觉得黑棋选择这个图比较好？对，比较简明啊、哦。是，深圳旭也觉得不情愿了，白棋提这个，所以他把这个跑出来。这手被白棋一手棋提干净，可能黑棋不太肯、嗯，是吧？嗯。所以实际上是先跑了，嗯、跑一手再拐、这个，哎，他在中央留下一些余位、嗯。对。这个是不经意中啊，好像白棋。稍稍有点小问题，白棋这个棋形上是应该下这哦，虎在这里。对，第一感好像是确实是粘的感觉。对，但是粘这一带薄，这一带很薄，这一带。哦、这虎在这儿的，嗯，就虎在这儿，这个头软一点，不要紧，是吧？就这个头软，这但是呢，黑棋这三个子不太会跑。嗯，这里不是、啊、就跑成三个子，对。不是要点，对，重，马上走重。对，这棋形确实好、哦，这个是人工智能所极力推荐的，荐的哦、就是白棋走这个胜率上又降了很多个点。对，其实就是 AI 啊，就是出来以后，确实在有一些场合，确实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特别好的建议，是吧？对，就是如果没有 AI， 可能这里大家会很容易就忽视掉。对，忽略掉粘还是这个说不清楚、这个，但是被忽略掉呢，最后假如说，嗯，比如说实战下出了那样的结果的话，嗯，我想作为对局者也好，旁观者也好，是会发现的，这手棋不好、哦，也会发现的，但是呢，不见得那么敏感，第一时间，杨鼎新刚下在这，我马上就，比如说我马上反应过来，哎，这个不太好，应该这个好。应该下在这、嗯、这个可能还没这样的敏感度。嗯，但是有 AI 的话，立刻就告诉你，立刻就告诉你，这个是应该下在这。嗯，然后呢，从结果实战的结果呢，是能够看出来，这个确实不是太好。哎，曹老就说，像这种粘和虎对高手来说，就如果摆到棋盘上，或者是有人提示之后。就是能体会到这两个的好处 啊, 对对对对啊！是，这个其实它是这样，有些时候啊，就人类棋手是有盲点的，嗯，就是他不知道你的对手，嗯，会怎么样来对付你这一招，嗯，就是比如说，杨鼎新实战他是这样下的，如果看到了这个场景，杨鼎新因为那是谁都会觉得。只要是职业的棋手都会觉得、这手棋肯定放在这好。嗯。这个就这个啊要有前瞻性，就是不作为真的作为人类对局的棋手来说的话，不能每一手棋你都那么精准无误。对。这个就是人类棋手和人工智能的
差距。而且我发现就是在职业棋手啊高手的眼里，就说可能 AI 点一下，有的时候就差那么一下，稍微一点就透了。那是，那是，比如说人工智能一说就这个，那你都不要看，不用看电话图了，黑棋已经下在这了，或怎么样，你已经知道确实是这个好。是，就这一代棋型很完整。这个理由是这一代棋型很完整，然后这两个子呢，它曲线就是这个头是软的，但是呢。黑棋不太可能把这个拐付诸于史实施，因为自己下重了。对，就说其实粘和虎在中间各有利弊，但是这个缺陷不足以弥补这里。对对对对对，还是应该虎。这个是小细节啊。对，小细节。但是不过有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细节就决定了一盘棋的走向。然后现在白黑棋打吃，你看白棋黑棋打吃，黑棋下的多狠啊！你看他这个很直接是吧？啊，打吃完马上搬。哎，先冲，还是先冲了一下，冲。按说可能白棋是不能理了，是吧？要推这个，弃掉了。那有啥办法？不是，他实战是也是弃掉了。他是期待着，比如说黑棋藏一个，他走这个，他再把这个黑的这个断掉。然后呢，白棋呢是情愿这样，而不情愿这样被黑棋吃掉，他觉得这样太干净了。他上面等于是多冲到一下，其实也没什么棋，多留点味道是吗？这个有啥棋呢？其实你从目数上，如果都死的话，目数上来说。有点是不是亏一点？对，亏了，反而亏了。但他宁可牺牲一点目数，这棋好像换一些味道，是没棋。我不要加，加的话好像还这个地方还有被你冲啊，还有被你冲的可能性。就是说，一个是打吃，这个做劫的可能性，当然也没棋啊，我补回去啊，也没棋。还有一个就是就这样冲。这个有这关子，这如果有挡上的话会不一样，或者我直接先冲。不过对，不过这棋好像我看了黑的可以单断，单断啊，貌似单断我啥棋也没有，单断我吃打吃，力挡住，对。或者曹老，您这不是不是打这个再直接尖是不是？那我也可以打了顶好了。打了不过打了我可能还是搬。还是搬，打了还是搬啊？因为我走别的，我要被你这样冲了搬呀。这个 对这个我怎么搬？对对对，我抵挡不了，我也搬在这。还是搬了好，对。我让你这个没有机会做劫，这个我接回去。你走这个我就一立。马上立。这个。这个好像吃的也挺干净，反正也没起，脚里没起，对，最干净的，就是断进去，就这里白棋黑棋虽然白棋虽然留了一点味道，但是，得满足一些条件，可能才有棋，是吧？好像很难满足什么条件，这个有一个肯定也没用，有一个都没用啊，有一个没用，有一个有用就厉害了，你看，现在黑的白的挡这个时候，黑的下出了更紧凑的想法，先搬一个，再贴，然后再贴，你只有吃掉，然后他再断掉。以后这个子打出来，这个出动就比较方便。这样的白棋不如这个子放在这儿好。对对，是的。对，现在吃，这样的交换，这样子形成转换。黑棋实惠。一些是上边基本上吃掉了，对，就留下一这个味道，上面留下一点点味道。对，这棋不过战线还长是吧？是还早。好，接下来现在白棋现在在这个外围是对得到了一些这个便宜利益哈。那么究竟是？扩张为控还是什么下法？其实是两条路线。是的。是吧？这个两条路线，这个我是觉得
白棋的杨景星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这这个棋怎么感觉都不太好。嗯，这种跳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一个双方互破啊，对，是吧？这个中府白棋也不想去围控了，因为你这个不是，实际上白的比如说就这个应该也不是很好的一个点啊，就是但是我就顾切把它放在这地方。嗯，那么如果我放在这儿，你这几个子不能跑的话，其实这手棋是有效率的。嗯，然后你走这个，我这手棋这有的话，你看我这走太方便了，走出来，对，就是一个援军啊，这个。嗯，所以我觉得白棋还是应该走对位，比如说跳一个。跳一个我可能还是得。你怎么走、这个、那我就这样围呗。嗯。这样子慢慢来是吧，可以慢慢来。这地方黑棋也没法跟你对位吧，应该。对。就将来白棋还是有机会。哎呦。在这里继续这个有他压缩，他比如说想下成这样，这个这是不可能的，是吧？对面做的是深圳穴，对。当然，你要是能这么围起来的，当然是最理想的了。对对，这个是不可能，那不可能的。这个棋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表明了杨景星对局面的判断，他觉得可能形势稍微差一些。哦，他这个也他是对围，没信心。嗯，所以但实际上这棋无论如何我觉得是要对围的，比如说这样对围行吗？这个也是一种下法呀，对围不太怕，对围那样围呀、啊、嗯，是吧？对，对围正胜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个的话这手棋不好，我觉得被黑棋太容易下了。对，主要是黑棋现在没有选择，是吧？我知道他只基本上只死一手。嗯，对，一定是给你互破的。对，这个地方杨景新如果以幻想深圳穴会在下面硬的话，这个是太错误。对，没有，其实没有给黑棋选择的余地。对对对，他总是会跳在这儿。对，那么白棋跳下去。嗯，当然呢，可能从杨景新的角度来说，他觉得这个互破是吧？局面把水搅浑，可能对对对，机会更大，对对对，是吧？可能是，嗯，可能他是这么想的。是。不过其实对围的话他正胜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也是有的哈、啊。非常大。所以这也是一个判断问题。嗯。他可能对这样的局面觉得比较容易掌握。是。不过我是觉得深圳戏对于这样的局面他还是挺拿手。嗯、小尖嗯。主要是这几个子还是比较厚实的啊，不能把它当做孤棋，是吧？还有眼位，有眼位，嗯。他现在吃一个，粘住啊！他现在打吃一个。哦，对，这里交换了一手、嗯，然后刺一个，刺他是粘住了，嗯，他接住，然后他靠压，嗯，加厚，对。这样的话简单的如果受控的话白棋的实地有点不足啊。上面这块黑空太大了。很大。嗯。如果全点成黑棋的实控的话。接近40目可能稍弱一点点。这里怎么点，这里现在点十目总没问题。对，十目。这个接还算是先手连虎。五十目。对。这个三目有吧，总有。至少三目。这个肯定也有五目左右。那就快将近60目。哎，对。60目弱一点。白棋40目左右吧。这里十目。对，白棋就40目左右。1、2、3、4、5、6、7、8。对，这个实地，白棋实地有一些对。对。有些不足。就是比如这一带，嗯，黑棋凶的像这啊，嗯、稳健的像这。如果这一带那黑的下到一手的话，那就完全实地上的差距拉的就很大。对，其实这一点也特别，这个地方也特别大。对，这个双方白棋如果能够拆过来，好像双方都没空下这个是很大。其实现在这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大场，这个先非常大啊、嗯。这个拆，他现在走这个，对他先飞。还是先来冲击一下黑棋、嗯、小尖，然后压的话实际上你看这样的棋啊、嗯、
我在刚才之所以说这个调不是太好，你像现在这样的棋，小尖一个又压一个都没目，并且黑棋一旦下在这里的话，你看对这两个字又有接应了。是接着的话，比如这个是先手，这个是先手。嗯。那这一带就是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包围圈了，这一带。那么作为白棋这个估值的话，从那边的出路又不好联络，不是说很明确一手就联络了。就是当时黑的这个班是先手啊。对。就是这个当时库珀一下一时的痛快，但是之后呢就很难去掌目，是吧？是。嗯。那现在是走这个。嗯，这个不也不知道他好还是不好。黑棋思路，因为现在走了也就走了吧，时空比较多。黑棋思路是不是就是定型，把自己走后是吧？下下后，因为实际上他不用担心。他搬了街上，我在想啊，就是直接单搬了街上有没有？直接了单搬，应该也有吧。就是他搬，他搬到是吧？哦，你要断我？有没有可能？哦，我立了。这个好像不太行。但是他走到也有一定的好处。嗯。因为这个地方，我顶住是吧？顶这个有一点点小可能性啊，就是，但是可能性也不是很大。这样有没有可能性？我一冲就把你冲掉，这个没有可能性。我顶住的话，你这个便宜吗？还可以，黑棋。这两个交换着亏了，黑的觉得。我就说是先搬了街上。也许还是像，也许还像那实战一样，他只要这觉得他后来还是有点用了。其实白棋黑棋只要我就能搬到，其实黑棋就挺满意的，能够搬到，对，满意是能够。实战上是这样，他先走这个，对，白棋压，黑棋长一个，然后黑棋再搬接。黑棋的这个打法，它是谨慎，嗯，稳健。对，白棋因为这类补棋有点痛苦，所以他想撑一下，补的大一点。对，他觉得单补一个被黑棋便宜了是吧？不肯。对。他补在上面，其实也是跟上面这个味道也有些关联。是。但是补到这儿的话，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实战的下法，他有问题了。黑棋是能够搬下来的，这个有点。把持有点严厉啊，不知道是不是他白棋这里有所忽略。他主要是有这个，对，他有一挤啊，有这一挤。这里白棋是看，如果挡住的话，是他是挡的，他就是挡的。走这个，现在是你比棋的话倒是可以粘住是吧？好像倒是可以粘住，粘住也不便宜，便宜我就搬是、嗯。我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搬一下。在不要接啊，不接，直接收气。对，就是这个对杀，虽然是现在黑棋对一气两气三气，快黑棋白棋快一气，但是对白棋觉得这样吃掉还是不便宜，不便宜，还是所以实战是这样，黑棋挤在这儿，嗯。那么下一次要爬进去，这个受不了，黑的只有挡住，只有挡住，白棋断一个，嗯，现在有机会接的，可以接，对，你如果搬这个搬不着，搬这我就吃掉了，是吧？他不搬的，他就搬这个呀，所以啊，他可以搬这个，他长一气，对，就行了，嗯、这样就白黑棋就满意了，嗯，所以那黑白棋直接吃了，是，就黑棋虽然能够把这两个子接回来，但是可能还不如实战，对，不如。
他认为这个变化图更因为更好。其实这个还没有完全死，好像对这个反而有些味道，还有些味道，还有尖。哦，直接就要有，直接就出奇了。嗯，是，对。不过走到这样的话，黑的已经挺厚的，很厚了。你走这，我就接些啥，让你连回去关系也不大。你最多就是把这两个子连回去。哎、对对对。对黑棋的冲击，黑棋是不怕的啊。黑棋补了一个，黑棋很扎实，把这个粘回去了。嗯，他觉得味道不好，是吧？对，要不然就像刚才曹老说的，是不是有脚上斑？他觉得还是有一点味道，有点味道。有一点点，好像也没什么大气。稳健，补上。关键这补白棋这个，白棋就没眼了，一个眼都没有。没眼了这块棋、嗯，如果这两个字被跑掉，它就是一个负担。对，这黑棋不仅是一个防守，嗯、是吧？实际上还是暗藏着一些这个杀机的。不，这真的要需要补吗？我是觉得我跟你说搬，嗯，味道也是。我想想，搬的话，实际上我要加也可以。我冲呢？冲哪个？冲这个。冲这我挡住呀。那我冲这个。我吃。哦，这是四个字。哦，我好像是可以冲了乱。我打这个，不行，打这个怎么办？啊，那行，啊，行，有问题，是有问题，不，这样是有问题。冲一个，冲你怎么冲得到的？我打这个，打这个是有问题，断一下。对，我先断一个。断一下有问题。嗯，这个是出气了，两扳长一气了是吧？啊，但是这地方我是好像还可以单断的嘛。单断我也吃、这个、打这个，嗯，我立，你立的时候我先不挡呢，我先挡，不挡你还有什么气啊？有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气，没有，肯定没有。哎，啊，我你发现什么呀？我把一石这玩意吃掉了，没问题啊。不是，我冲一个冲走这个呢。走这个啊、嗯，走这个我吃你吃我接上呢，就接上，嗯，就接上，我有没有什么这种东西？好像没有哎。我们在说的这个东西是说这里，进这个、啊，进这个。没用啊，先生，啊，跳着吃哈，一样，不是走这个也一样，嗯、这被打也没关系，嗯、跳当然也一样，有起码我现在没看出去，哎，我走这个也没啥意思哈，人家就吃回去，嗯，没啥意思，没什么没用吗？不会有用吗？没用，我就拖一个顶一个。没用，拖一个顶一个，哪有用啊？没有，没用。这个，不，他也吃。嗯，我吃。嗯，提掉，挡住，还是刚才那个，加过。嗯，接上。有力是这个哦，有棋。嗯，什么棋、啊？赖皮姐啊。嗯，不是，我冲一下。你走这大概是不行吧？我力你棋不够吧？嗯，怎么都不够吧？应该，嗯、对吧？但是可以啊。那怎么办？赖这个，走这个赖皮姐、啊。很赖，冲，打上还是扑。哦，这个缓了，也还好是吧？不还好，缓很多很多口气呢。这个、再走缓两气，缓两气姐。对，
缓两气，缓两气，缓两气有点累哈。对，可以，缓两气有点累，但是有，反正有点味道。味道是不太好，但好像是没什么奇了。嗯，深圳。如果不补的话，里面可能有个缓气节，是吧？缓两气节，缓两气节。我们现在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变化呢？搞不清。反正至少看到了一个缓气节，缓两气节。哎呀，这个气，嗯，好像是没气，就是直接断是最好的，直接断就直接断，最好的。嗯，没有没看出气啊，应该。对，但实战。哦，有一点点问题还是嗯的话是不是还确实有点问题。我冲了可以先爬一个，爬一个只能摘啊，再吃这个怎么样？你只有破这个眼，我把它加过。这个是不是是要出奇啊？爬到一下是不是不一样了？出奇了又。它铺一个粘，铺一个粘，粘住一二三四七。那岂不够？一点。铺一个粘，铺一个我粘你不能粘了吧？你粘的话我啊，我先铺这个。一七。粘这个，这个黑的七块吗？好像气不够，我紧这气，紧这个气，你就紧脚趾，我说外面紧，是我进来，不是你要脚趾，我这你气够吗？提过来，嗯，你气快了，你气快了，这样你气快，谁气快？就这就。正好黑白气不够啊，是不是白气不够？白气不够，白气不够。这样还是不行是吧？这样一铺一接，就像刚才不是有个缓气节吗？不是，万一什么地方我什么地方藏一个，会不会有可能藏气？是有可能啊，是有可能没有，哎，也不藏气，这是假的，是不是？我上去脚吃了。那他就这种呢，跟你就脱了顶呢？顶怎么会用呢？没有用到顶。就这边气还是短。哎呀，没用。嗯，好像还是正好好像黑气行。嗯，但是味道确实不好。但是，实在黑的是补了，补也有价值，一个有木，然后这个地方打先手，有眼位的关系。嗯，黑棋，那现在白棋就要抢大场了，来这补那空还是不够。白棋会不会是逼这个吗？啊，这个、是逼这个，嗯，这个大场。黑棋接上，黑棋接这个。嗯，这个交换一手，对，黑棋的权利。黑棋跳出去。哦。那黑棋还是主动。就对。空也多。这一跳。还是按瞄着你这个中府的白棋啊，白棋这块儿，将来被这边铺了以后没有眼，就是没眼，没眼。我不是，我好像什么都不用下，你就没眼。哦，对，不用走也没眼。对，什么都不用下，已经没眼了。嗯，就这将来黑白棋等于还是要欠着一手棋的。啊，对呀，还是要补的。那我这跑出来很厉害，这跑太严厉了。跑出来，我往这边压了，可能。嗯。不太好办，所以现在走这个可能快要补了。他没补，他现在是先进攻，白棋先进攻。不是，这是进攻吗？
这可能是防守是自己在联络是吧、啊、对嗯啊白棋搬对这是白棋、啊、这个这瞄着长这个必须得补、嗯、这个没办法接上这个好像白棋的手法不太对然后黑棋一跳这个活得很干净啊、嗯、这个黑的很顺调非常的顺调、嗯这一补白中央也是带补棋是吧怎么补啊白棋他是飞了一手先反攻倒算他直接自己补是有点不肯是吧飞在这儿他也瞄着黑瞄着黑棋瞄着你这一带啊联络上面、嗯、对有没有比较薄的地方嗯这个价值也就五六目棋但是跟引位也有关系形势不利可能拼一下白棋是拼的一个手段嗯啊黑棋黑棋但黑棋也不可能自己去补了是吧对然后也没有把这两个子拉出来他是飞在这儿间接的将要拉他走这个哎不住了哎不住不住了 嗯, 嗯这黑棋的下法还是看出来是你看从嗯这些下法比较的这个稳健啊对哎、以手为主嗯不也手中带攻的因为现在这手棋对白棋的这块棋是保持着攻势的对比如说这类棋攻过来、嗯、这还是黑棋主动啊对所以现在这个形势应该是黑棋的、嗯、黑棋主动就是实体比较多是吧、嗯后薄上也黑棋有利对所以这个白棋比较困难比较对、嗯、不太好下是吧是哎好那我们也是中场啊告一段落哈曹老稍作休息、哎、一会儿回来好的嗯天元围棋天元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的欢迎回来 哎那么现在是棋进行到了中盘是吧、哎、是现在目前来看呢虽然白棋形势呢这个时控稍微不足是吧我那个现在的白棋形势应该是比较不利比较不利就是棋又薄控又不多但是对不好在棋盘还不定型的地方还是比较多是、嗯、还是有一些这个未知数的啊是的哎，比如说刚才像这个飞在这里还是想追究一点黑棋的薄位是嗯好接下来看看白棋什么时候能够用这个地方能够出动来冲击一下这地方应该黑的应该怎么样定型我是没完全看清如果现在冲这个好像是不是只能粘啊粘我们一下子就走回去了嗯这两个字救回来了对嗯挺大的也挺大的对但是我又不能粘我又不能粘这个不能粘这个粘这个被粘这个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啊但是不太好应该对第一呢它这地方有个尖嗯这个你挡不住了我回来了对其次我直接走也是有利所以说你只能走这把我挤掉把这两个挤掉嗯对那我再虎啊是嗯有这边是有个小尖的这样的一个下法实战这个地方实战现在黑棋它是压过来孙正旭应该知道这盘棋是非常的受中韩两国棋迷的关注度非常非常高因为这也是我们春节之后的第一个大赛啊哈啊对这个假期大家一开工马上就看到一个这个世界大赛的决赛是的就是中韩的一个对决顶尖对决了是也是争夺世界冠军头衔了所以小生肯定也有强烈的表演欲没错这地方其实也没必要下这类的棋这个下的太花哨了靠一个断一个嗯这个白棋好像白棋正愁没有地方发力呢、啊、对对对是吧正愁没地方发力现在白棋是力嗯这一力黑棋下面这手棋是实在出乎我的意外是吗
意料之外。其实棋黑的就长一个，算了是吧？挺好，不是算，没还没完全算呢。然后我再跳这个，把你分断。那我如果长呢？长其实你也没长，你空已经亏了。这边背虎啊，还是想吃掉它。对，然后再跳。跳对、哦。但是这个跳过来好像白棋有点，白棋就在做活，有点危险。是，不知道白在怎么下，这个棋不是很好下的吗？还是应该长一个是吧？你如果长，它就算了，收收空。对，当然不算也还有棋啊，比如说我这个没意思，跟就这样就算，这就可以了。嗯。实战，竟然是这个的。实战出乎意料，他是打吃。黑棋这个下法有点，这个下法是有点拼搏的感觉。黑棋下法我给他，对，给他两个字形容：拼了，拼了，黑棋拼了，黑棋拼了。这个棋，你要说黑棋对当前的形势判断有误解，我觉得不至于啊。表演欲。对但是这样子给白棋了一个机会啊，挺好。白棋现在马上就把这个子打出来，这棋已经完全一下就乱了。这棋，你说这个高手对决也是几步棋是吧？突然形势就有些。其实这地方走之前、搞不清了。既然这么下，我觉得白棋黑棋应该这两个交换掉。嗯，这种是白棋的黑棋的权利。不，你以后可能走不着啊！你看。啊，你现在会生变吗？你现在打出来了，看吧，马上就有变化了啊。不是没变化，他这个地方冲一下，对，他长这个，长这个，这个非常的严厉啊！这手棋，哎，是不是现在在冲？来不及了，哦，现在已经跳不到了。你跳，我冲过来了。哦，哎呦！你如果跳着，现在这手棋一点都不可怕。对，这一张你看，这个刚好，这个冲刚好是个虎口。你现在这样也不行，被他冲过来了。啊，就是这么一瞬间哈！啊，这个没走掉，这冷冷的一长，这个什么都走不着。就是其实人类棋手是这样子，就是很多棋我们喜欢保留，尤其高手，像这个总觉得是绝仙，他可能还想保留将来是跳这个还是尖这个，这一代先生，啊、对，他总是想保留一下，舍不得交换。你有的时候是要保，但是你已经下出这样的招法了，就不要保留了，就不要保留了。不，你也得知道，这个杨鼎新也不是吃素的，这个地方可不是吗？这个地方出来，这个完全看不清了，就是说黑棋已经没有完整的联络的棋了，对吧？你走什么？这两个点已经两个断点，这两个断点已经是无法兼顾了。对，本来刚才先手交换一手已经是对连得很稳稳的，是的。所以那对白棋来说，那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啊！对，我们看了这个棋太精彩了。这个谁还看得清啊？这样，这个风云突变啊！整个这块没活，这块也没活，走过去的话有可能，这块没活，这块没活，哇，全乱，好乱！哎，乱起来就好，是吧？对，这个乱起来才有机会啊！现在。白棋把这个冲掉了吧？对，冲过来。然后白棋，黑棋搬。搬的时候，白棋继续长挺头。对，也都不理他。这里不理，这里因为这边连过来，这两个子就不那么重要了啊。对。然后他接上。他小尖一下，小尖对，表示要联络。哎，这个小尖后将来这个，是不是直接打吃就行了？直接打吃就出来了，直接打吃就可以了，很轻松。哎呦，太乱了！现在是什么情况了？现在这个棋，现在等于是这两块连起来了。哎，但这两块连起来，这个整体的眼位怎么样？不，黑棋。现在的情况完全乱，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你要问我什么情况，是吧？我这一句话都讲不清了。那我们再就现在是黑棋，这块棋没活。对，如果这块棋跟这块棋不联络的话，两块棋都没活，都不活，很危险。刚才我们这儿还给他点了不少木呢，但现在就没有了。现在的话，黑棋
绝对已经不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进攻状态。黑心蝼蛄能够安全的度过难关，他已经很满意了。嗯，就这块棋也有点小问题了，也有点薄了，就吃了提掉捏着补，这块也没火啊。哇，就刚才说这个黑棋控有多棋优厚，但是这几手棋之后马上形势已经盘上的这个风云了。哦，太乱了太乱了太乱了，乱哄哄。这个棋是跳跳跳的话，我觉得小生的步伐有已经乱了。你觉得他跳跟他这交换他又不理了，嗯，又走在这儿，这个棋有必然性吗？这个嗯，他现在先把两边联络上。他现在吃这个。哦，这里吃这个。对，我们看他。哎呦，这个两个字救回来了。实战，这个，救回来了。救回来不要紧啊，这地方还有这个，嗯，你整个大龙没活。黑棋不活了，现在整块黑棋不活。啊，现在黑棋是走这个。对。啊，补活。补活。补活不是联络没活。白棋分段的话，黑的整块棋活了吗？这个哪看得清啊？啊，就是这个有个游说，这里还有袜呀，有没有袜？袜来不及了，我吃这个，你这个来不及。不，他这有个这个，是吧？嗯，他现在该白棋，白棋是冲，白棋冲，嗯，黑棋走这个。补的时候我。白棋冲，再冲，连回去了。对，我现在白棋两边，白棋两边是不是已经连妥了？连了，连了，是吧？嗯，这个连的没有毛病。但是连了也没活，连了也没活。对，啊，黑白棋也。但是现在黑的，是不是需要联络？这棋。哎呀，太，这个太复杂了。这个怎么办？这个太复杂了。黑棋把这个连起来。对，这个跟远位有关。这个是先手，白棋贴，哎。黑棋冲，冲，再弯，哎呦，这棋也是完全看不清啊！补掉，这是难道最后两条大龙要对杀吗？对杀啊！看白棋啊，这条龙没活，没活，巨龙。然后这条黑棋，这条黑棋现在黑棋走这个是活了，能活，但是能不能走这个是活了，走这个通连了，通连了，那白棋怎么活呢？白棋杀这个，再杀这边，对，哇，太乱了。哎，我们先看啊，看实战它是弯，哎，这对顶住，好看，突然变得很精彩啊。然后度过，白棋，哎，黑棋先把这边度过了。黑棋度过，白棋现在这块棋怎么办？这块棋先连。连，也是破眼。他连，白棋吃这个，现在是黑棋这块棋整块的，跟白棋整块的在对杀，要对杀了，杀气了。啊，这个气还白的很长啊。这个气，白的从这里连到那头，这黑的也有不少气。就白棋的长一些呢，感觉上。哇，这棋我们都很长。我们正得好好的感谢小生啊。倒并不是说这个棋他一定输了，或者是他因为这个盘棋如果小生输了，我们感谢他，并不这样，他真的很有勇气的这两招，嗯，开始就给我们表演了非常精彩的，就是贡献了非常精彩的这个局面嘛，给我们看。这个棋一下很难得啊，这在世界冠亚军决赛的舞台上下手这样的棋。可能啊，曹老也正是因为是在世界大赛的决赛上，这个棋局才会这个反反复复有这样的一起伏。哦，是吗？嗯，你看第一盘棋，这个起伏也很大，是。对，如果有这个胜率这个波形图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吧，一定是一个跳动非常的剧烈。哦呦，这个棋就这样，彻底的破他的眼，粘上。然后他要连回去。我怎么觉得黑棋气不长啊？是不长。是吧？对呀，啊，黑棋是气不长。哎呀，是不是有机会了？看看
有提调，提调的话，嗯，他要冲过了，这个要接上啊，白的下什么了？看他走哪白的，啊，他先冲，哎，冲有点装气呀、啊，小心点啊，冲一个装气，不是不，他想干嘛？不止装气。损劫财啊，又撞气，这个冲显然是打将，独苗打将，嗯，对吧？打将了吗？独苗，独苗，应该是独苗了哈。这个每方三个小时，九点钟开始下，下到三点钟就六个小时，就必然有一方是要进入独苗的，冲。嗯，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跟棋局同步啊。啊、嗯，我们不知道他是这个。这两下可能是打将，自己了两口气，但是有点心疼啊。我觉得没必要。有点心疼啊。这个你总要接回去了。现在黑棋走这个。嗯。白棋好像可以接上好一点，就是了。白的是这个。嗯。嗯，倒也差不多，反正白的这块棋总是活的，那黑的小尖是先手。啊，这是黑棋的最后的生路，这个再连败，再连败。这个白棋也没退路，白的因为接回去的话，黑棋又在这里杀你了。哎呀，这个棋太乱了啊！哦，他是这样来的，他把这个打吃一下，嗯。然后是把这个接上了，接这个行吗？这儿，接在这儿。他觉得能这样飞，他觉得能够杀他吗？他就不打劫了是吧？他也弥补不了。我这个是先手哎，劫总有劫的。就这里他如果不接是打这个打劫，这里的话黑不起打劫，这个劫财复杂劫了。太复杂了啊！不也不一定白的就不行。我没看清，打劫是肯定的。那他这两个有点可惜，这劫财。对。这是黑棋，黑棋想找劫财，是不是也不是很好找啊？你觉得黑棋也不好找劫呢？黑棋嘛，这种是劫。一个。对，嗯。这个还是个劫，大概是这个，别的好像就不见得是。这种是不是劫？白棋也不太好找啊，白的因为黑的解消了是先手，一飞你全死了。那我这个当时扑了打是不是劫？哎呀，扑可能是劫，再打吃就不一定是劫了。上面搬也不是劫是吧？操了，上面那个啊，都不是劫，都不是劫，这个早就都不是劫。这些呢？这里、这个可能是劫，是劫。不知道当时要不要上打劫，但是不是？但是你现在走这个的话，也问题也没有解决。现在这地方还是有个劫，他飞过来的话，你还是有个劫。他先尖，对。先尖，你走这个，他走这个。先尖他拐打，他就表示活了。嗯。他又飞这个，你这劫总要打的呀。再粘。哦，他粘。粘的话，他怎么守这个呢？都是的呢。粘这个哦，他这个真的是糟糕有一点，他不能粘这个，为什么？哎，这个为什么不能粘这个？但是这个是个劫，这样他虎到这儿讲上，这里边没活是吧？没活，这样是没活。那他是应该跳啊，对啊，跳不就活了吗？是不是又是一步不好的棋啊？这个是太快了，但是他走这个的话，这劫财都不对了，是吧？然后现在黑棋走这个飞，哎，这个我的这个，这个应该已经啊，我感觉白棋应该是进入独秒了。独秒，嗯，应该双方差不多都独秒。这个，所以这个胜负看来总是在中后盘解决的啊，前半盘，每方三个小时嘛，时间如果比较接近的话嘛，三点钟左右双方都独秒。这个，
好像这地方我觉得白的犯了一点错误了。白棋如果下的更完美一些的话，可能是吧？对，机会更大。他现在提过去，现在是怎么样？不，他打次应该是，应该黑的再提过来。他应该是提吧，是吧？提劫。然后铺这个。啊，铺这个。铺这个是劫。提。然后他把这里叫吃。想吃哦，等于成他的一个劫了。不，我不走被你打，我没劫了。嗯，叫吃。叫吃他应该要接上呗。他是走哪儿？哎，先点一个，就打将。那不是劫财吗？他问他不理，还是怎么着？他就硬了。硬了。这个打将是吗？粘上。粘上。黑棋提过来，黑棋提过来，白棋叫吃，叫吃，提过来。哎呀，太乱了。你现在这里可能不是劫，怎么可能是吧？看看啊，他是提，哪里有劫？八幺九幺零，这里拐一个。啊，嗯，这个是劫财啊，那这个就没有劫了，将来只从中来吃。啊，对，这个就没劫了。提过去，提过来。现在这个劫杀气应该是杀不过，是不是？黑棋是杀气杀不过吗？也不是叫杀不过，气短是吧？现在找不到劫了，白的也找不到劫，黑的也找不到劫，最后一个劫财。你发觉没有？哦，黑白棋现在是找的这个劫啊，找的这个劫，消劫了，提了。哇，那这死了，上面全死了。这会不会全死？然后白棋打过来、啊，现在什么情况？如果转换是什么？转换是不是还可以啊？转换还可以。哎，那他转换这个之前这样点一下是便宜了，好便宜了。对，这个点便宜到了，可以。嗯，对。将来我可以铺了铺，不亏。但是这棋怎么样啊？我真的完全看不清啊。这个地方他来了，提掉，走这个。嗯。不是他这地方还有几？黑的还挺悬的。挤的话不是挤，我这个吃，我可以吃一下吧，吃了我将来顶。啊、你挤我先吃。他这个死了，这边太小是吧？这块大是不是？哎，你也还没有判断了。不，这棋本身的话，这地方是死的呀，我就说叫吃。对吧？嗯，走这个是死掉了。但是好像也不，这个我虎，突我冲一下。对，我不能虎。嗯，我叫吃走这个。嗯。那么他有这类棋吗？这类棋还这个我下面活吗？下面做不活。不，我可以。嗯，这个死活是什么情况？我好像很有机会活，这样，这个就不活。嗯，我这个怎么棋谱看不到？他是这样。他这里走了一个，好了，他这样，嗯，这样，这个也可以，
是吧？也没问题。他提，他这个是实战，这个白棋也是可以的，可以提过来。现在黑棋不活吗？他是这个。现在黑棋这里是打是有个后手眼，后手眼，这里有只后手眼，这个解也有可能有，有可能是吧？对，就看下面有没有眼了。对，就看下面这个有没有眼。他现在又有个劫，就是劫，他现在走上这来了，又有劫。他有可能按说的话，有可能可以粘。他粘了，对吧？粘，粘，粘啊！这棋乱乱乱，太精彩了。打吃，把这个眼破了。这个眼其实他可以接上，接了，关系不大。对，他可以接上。接了之后，他立立，对，然后又做这个劫，又开始打劫了。但是这个劫有没有点不一样啊，曹老？我铺了再铺，这个你没有什么再铺了。这个劫打输，黑的打输肯定就不行了。就是说这块其实如果说死掉的话，这个是不够的，是吧？这上下转换啊，对，这块就不能死。但是他好像这个地方有两个劫吧？这有一个，这有一个啊，这有一个，三个劫，一个、两个、三个。白棋上面有没有？那、这个是哎，没有解。白棋活，黑棋活，那白棋还是要输。你这种靠了活还是对我这个上面行不行？哎，上面活不行吗？我这个我要活到这儿的话，上面有没有点味道？感觉好没了，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不是，这个活的话，哎，不是，这个不要丢，他这个要接上的。你这条打了，对对对，那要接上了。嗯，好，我们看看他是提劫吧，应该提劫，你是应该提劫吧？嗯，啊，应该提劫了吧？提吧，提了吧？我看看他这个是一没有提吗？为什么？啊？提了吧？提了，提了，提了。嗯，然后他是叫吃一个，对，是吧？他提了，提嗯。他再提过来，对，然后铺，铺这个，铺这个，嗯，他提，他只有找补全劫，就这劫胜负了，看看怎么样？不对，他铺的时候，哦，他不理了，粘这个，嗯，他要求这块去活，粘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他要挤这个了啊，靠这个挤，提提，嗯，然后挤挤，这样活了是黑的要赢吗？这块需要死是吧？接上，嗯，那个黑的要赢，对，说清了，你要把这个接上，他吃在这儿。吃在这也没关系了。这样子等于是黑棋跳这个活，嗯，等于是现在三眼两座了。你把这个我吃这边，对，吃这边。这是转换，黑的把上面活，啊，这样子。黑棋赢吧，感觉。等于相当于这块和这块进行了转换，对，是吧？对。那确实这边小啊。小吗？我看看这个状况。这吃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五个，嗯，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目左右，嗯，这块空不止四十五目了，嗯，哦，黑棋打不怂的，那啊，那这样定型之后。这劫才不够吗？不行啊！那等于渡过来不铺这个劫，也没有什么劫财，是不是？对，没有劫财。那也没办法呀。哦呀，这棋，当然最后还是挺精彩的。是是是。是吧？哎，这个是最，我们现在就跟他同步了。同步了。这个白黑棋是补在这里。
已经结束了吗？一直没落子，白起。还没有看到结果哈。对。哎呀，这个后面其实已经有很大的机会了，是吧？对对对，肯定有很大的机会。就是从这里打出来之后，这个棋局已经完全乱了。我觉得小孙也是完全看不清。看不清，肯定看不清。完全看不清。你说这全部在白黑棋的掌握当中，我不相信，肯定是一盘乱战。哎呀，肯定白的肯定，嗯，我相信白棋当中过程中是有机会的。过程中肯定是对这个，我看从这个打出来这134手，对，到现在是247手，这100多手当中非常乱，是吧？非常乱，非常乱。但白棋这个最大的机会，总觉得这一代是不是？这一代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可以推敲的地方？这一代应该也有，我觉得这整个这一代也会有可以推敲的地方。然后这个棋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打次好。对，这时候打次怎么样？这个棋当时他走这个时候，白棋这个棋应该接了，我觉得。啊，直到中后盘啊，这个一读秒之后，确实是对棋手来说压力非常大。对。我们看到后来这个白棋迟迟没有看到这个有新的棋局，看到棋局现在是我们是同步的，这是最后一手，白棋一直没有落子。那按照这个节奏来说，那白棋因为进到现在应该是已经进入读秒了，但是一直没有落子，可能是投资人负了，应该是嗯。哦，这棋后半盘看得太晕了，后来中央这一带我们。因为为了赶上他们的进程，嗯，这摆的队也都比较快。对，但是一直现在没有看到后续。从这个，从目前来说哈，黑棋立到这儿的时候应该是不太够，是吧？对，不够。我们看一下目吧。好，白棋，嗯，这个解跟这题一样，白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啊，嗯，这个地方是没有木，嗯，22 23 24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41 42 43 44 49 55 55 53 54 12 34 5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加35 54白棋84目。那么我来看看黑棋。好，一二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五、四六、七、十八、十九、五十、五一、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七二、八二、九二、九三。九十九五九六九七八九九一百哦，那差不少了是吧？是输不少了，嗯。对，我在看他前面的这个一些下法，嗯，一直是乱战，混乱，混乱，嗯。就包括从这个地方开始打劫的时候哈，嗯，就当时黑棋如果，黑棋实战是选择打劫，如果说不打劫，啊，补一下杀气的话也是乱。也是乱。也是乱。啊，就黑棋也有选当时选择不来打劫。对，不打劫黑的是活的。补一个没有杀气，就补了一个跟这边杀气。补了打四一定不就活了吗？形成打劫之后呢，就非常的乱，也非常乱，非常乱。一直看这个他们的胜率是
咬的比较这个很焦灼。就是、这么混乱的局面下，还是就是说对，有的时候确实是焦灼。对。那从哪首棋开始就胜利算拉开了？我看看啊。我们现在没有得到比赛的最后的结果，应该是黑棋。对，但是对，你这么到现在没有落子，应该是最后一手了。嗯。啊，这盘棋。这盘棋哦，出来了，结果出来了，确实是、这盘棋。刚才就是现在侯到这里是最后一手。啊。就是黑棋申真绪执黑中盘战胜了雅敏新九段，那么也就是说明今这个比赛是申真绪是2-0。以这个比分获得了这个26届 L 级杯的冠军，申真绪也是拿到了自己的第三个世冠。啊！哎呀，杨锦新，杨九段有点后边是也是这盘也是有点遗憾，后边还是很有机会的。当然，最遗憾的是第一局。对，那是第一局如果拿下的话，这个后面的故事要可能就不一样了。但这盘棋你看也是后半盘好像机会也不小啊，后半盘有机会，嗯，甚至是已经完全乱，对，但是这个一进入读秒了确实是考验，好像申真绪还是用的时间少一点，差不多尽量还差不多，两个人就是还是这个杨锦新先进入读秒，对，看来这个读秒不好下。对，又是40秒是比较快，是不好下一个，因为我们看这个局面太乱了啊，有的局面可能就是收官呀或者怎么样，可能相对好收一些，就40秒是够用的，像这个局面这么焦灼是吧，这么混乱，很复杂，这么复杂，确实是40秒对棋手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不是，后来小孙这地方还下的，虽然结果形象是这样，他说明他最后还是他还是判断挺清晰的，嗯，就这地方是能够活的。对，比如这块棋如果死的话，那他是不行的。就是这个角节的时候哈，角节被跟上面一消节。对。是不是当时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劫材？申真绪真的是一个很，尤其对中国棋手来说，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对手。没错，他从去年到今年为止正式比赛，对中国棋手，包括这一盘赢了的话，他是21连胜。对。那其中他就输给就非正式的，当然也是比较重要的比赛，输给了王兴浩两盘，对，1-2输给王兴浩，对，也是这个腾讯的一个这个算是算非正式的比赛，当然是实际上是一个网赛，对，实际上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比赛，对，因为这个比赛是基本上所有的高手都参加了，对啊，哎，好像冠军奖金也不低，60万，对啊，对，也不算低了，所以。一个网赛嘛，对，他就输给了王兴浩两盘。其实那个比赛就是腾讯的一个围棋大赛啊，他是之前都是通过网上下的，但是之后是以往是线下的，以往线下下，但是因为是我们知道疫情的原因嘛，尤其又是这个中韩对决，所以是在线上，但是两边呢也都有这个监督员进行监督，所以其实还是非常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比赛，对，是的，规格也很高。但是他除了输给王兴浩两盘之外，21连胜了，这个太可怕了。对，所以我们这个中国棋手确实也要好好的对申真绪进行一些研究啊，是不是？对，嗯。但是这个对手好好研究，并且也要虚心好好学习，我觉得。但对手很强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没有办法，只能自己苦练啊。是苦练是对的，只能苦练了。你因为申真绪也练得非常苦啊，嗯，他。当然他也乐在其中啊，他当然深功智能嘛，不过他在棋上花的时间是很多很多的，我指着学习一些，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中国棋手就这在对棋上的对棋的投入上也要
这一点就也好好向孙正旭学习。看一看他这个是。这盘棋当然到最后阶段的时候真的是全乱了。这个最后孙正旭能够获胜的话不好找棋。也是有运气的成分。不过还是一句话呗。强则运强、啊、是，确实是我看到这个决议也是说是就是黑棋当时找这个找劫的时候白棋黑棋消劫是对的啊，那就是说找劫的时候白棋当时也没有什么劫材好找、啊、就是他就是尤其是白棋找的时候黑棋是一定要消劫的，对对，不消劫黑的没有劫材，没有劫了，对，就是但是他有没有当时有没有更好的劫呢？哪个？好像看看，好像也没有啊。找这个，找这个会好吗？是有可能。就给了一步这个变化。不是，这个是我们当时是，就是说不找下面的劫，找上面的劫，就把这块棋活了。这块棋活了，但这块棋怎么办呢？不是，现在也复杂，是这个你还没有当时。当时是这样的、哦，就是不找这边的劫，就是。找这个解，是吧？你都给我解消，解消不是、啊、在消打这个解啊，就是这边没有、啊、是打这个解，打这个解。你如果消劫的话，你消劫，我是活了。活，对我活。这也没用，你走这个，我把这个走了，贴了，这样 行。这个怎么样？那样也不一定行，确实也不一定行。这样子说好一些啊，因为这块和上面这块哪个大？好一些，不是叫好一些，就是一个胜还是负，有一个分界线的。你好一些也输就没用啊。对。哪个大呀？哦，这个已经不用提了，已经提啊、哦，不，这个是黑棋提出。我们说的是这里啊。对，在这里，就是这个节。这个结的时候、就这样吧，这个有了是吧？这已经这样了是吧？不是，就打、就是、就打这个结，不找这个结，是说不找这个、啊，不找这个结，那是这样的时候。对，这个是这样的，都没有这样的，这些全都没有。这个也没有。当时这个也没有，这样的时候，对，这样的场合，是吧？那他是要踢。就这样，对，就这样。这样的是，这里交换了一手。这个有了吗？这个没有。这里交换了。这个没有。全都没有。就这里，找这个结的时候。这个黑棋可以先跳一个，然后再顶一个。你接上，然后黑棋把这个地方补了，这地方是有问题的。这样是吧？等于黑棋活这块，白棋活这边。这地方还可以搬。就是看上面有没有味道了，这里面没有味道，没有味道。但是我没有味道的话，怎么觉得也不太好啊？对，可能是。因为实战白棋把这块吃了，实际上还是把上面这边空也破了一些。那说明还是难，这个还要还是难，还要搬重。还是不好下。但可能更早一些，对，肯定是有机会，有点机会。这个期间肯定是有机会。这个不过这盘棋孙正旭也是让人挺吃惊的。对，在形势不错的情况下，突然就是狂飙起来了。这个是。但是我觉得更吃惊的是，你看他突然这个局面变乱了之后，他好像突然冷静下来了。这个之后、又下的正确了，是吧？又基本上都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对，这个也挺可怕的。这个算路啊，在这个短时间内的算路这么精准。后面这个场合是很精彩的，确实很精彩。后面的对杀很精彩，各处都有机要。对啊，你一不小心马上就丢落深渊了。不过这个地方，我觉得黑棋居然这么下，
在这之前，这个要跳掉，跳掉以后你肠就没那么厉害了。是是是，这个冷冷的一肠的话，这个地方黑的太难受。嗯，两个断点，局面一下子就混乱起来了。这盘棋应该说还是给了杨鼎钦中后盘给了很大的机会啊。对，是的。但是可惜。其实这盘棋对是有点可惜，我觉得总体上来说也。杨鼎钦其实也下得挺好的，总的来说发挥的也是不错。对，即便算前半盘的话，也是算下得挺好。嗯，不过孙正旭下的是更好，应该是这么说吧。是，嗯，其实从这个绝对实力来说，这个棋手之间都是非常接近的啊。有的时候胜负往往就是那么那是瞬间的选择，肯定也是在好理之间。不过我总觉得孙正旭这个数字太可怕了，21连胜这个。太可怕！这围棋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有点像一个个人英雄，是不是？对，就是你如果有一个超级，对，超级强的棋手，是，那么就够了。他不像足球队，是不是？对对，有一个要打配合就够了。其实他这个有一个，你像我们，包括我们这种团体性质的比赛，团体赛，对，除了围甲啊，那一个人不够。团体赛，你像擂台赛这种，对，不过。围棋嘛，本质上其实还是一个个人项目。是啊，那个团体赛我们就是为了增加一个比赛就搞成这个围甲。其实我们没有讲究配合的。是，这一盘棋社会是棋手个人行为。嗯啊，对，而且围棋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公平的项目，所以它所有的实力都展现在棋盘上。对对对，是的，你这个裁判的因素啊，这个盘外的因素其实几乎是几乎没有，对，所以这个所有的实力都要拿到棋盘上来展现。嗯，那这盘棋不管怎么说，这个申真旭啊，还是后半盘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对，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失误，还是很冷静，嗯，下得很冷静，是是。但是我们这个杨鼎钦，进入到决赛也不错了。是吧？啊，不错，是不错，也很不错了。是，嗯，并且就是他表现出的水准也是挺不错。嗯嗯。但韩国棋手也是这样，韩国我觉得他们这个一代一代的，确实是每一代的这个领军人物啊，都挺强的，是吧？是的。你看他们这个传承下来，从曹勋选曹对李昌曹勋选九段，李昌浩九段，李世石。朴廷桓，再包括这个申真旭，哎，对，他们这可能是就朴廷桓那个时代，但正好碰上柯洁。朴廷桓的统治力稍微差一点，是吧？相对来说，对，嗯，因为我看过，好像韩国也是，他们有一个这种文章哈，就在说韩国他们自己的领军人物，嗯，他们是说这个获得天下，就相当于是一个世界棋坛的统治，他们也是分析，就是朴廷桓的那个时代可能稍微统治力稍差，但是这个。这么几代下来，朴廷桓之前的那几代棋手确实是还是很强大 的，非常强大。对，但是现在申真旭其实也是这两，就是他是2020年获得的这个第20LG 杯啊，对，是他第一个世界冠军，从那开始好像就进入他自己的一个全盛的时期了。他也是现在是连续25个月，蝉联韩国等级分第一位，也开启了他的时代吧，应该说，嗯，但目前来看，这个申真旭毫无疑问还是我们中国棋手的头号功底。我们棋迷朋友也和我们职业棋手也是一起来关注申真旭的表现。对对，他无疑是引起了大家的对最大的关注。是当然了，但是我们就包括前面说的，我们现在有王兴浩这样的。后起之秀，其实 对吧？其实也是能够战胜的。王兴浩是2-1已经赢了。对，所以他并非不可战胜，是吧？还有我们还有更年轻，像04年要比申真旭要小4岁呢。王兴浩是吧？对啊，还有他04年像我们包括像涂晓宇啊，其实我们后我们这个对吧？这个上这个青年棋手，更年轻的棋手也是还是有很多人才的。对对对，现在我们国家还有一位丁浩，这个状态也是比较好的。丁浩也是2000年出生，是和申真旭是同龄人，包括像申真旭，代表围甲的时候，他就说前2年就说他就特别看好丁浩，丁浩
是。哎呀，这盘棋是可惜了啊，这个比赛也是可惜了。对。最终是这个。这次的两盘决赛，我都感到有点可惜。嗯，对。这盘棋我相信后面也下好了白棋会有机会。我总觉得这种棋好像可以接的。这差一个肯定是有要推敲的地方。我肯定是不相信这个深圳旭后半盘怎么完全算清楚、就不可能算清楚这个。但是可能下到这儿就是这个加以后消解之后，这个活棋可能会不会他已经很难杀了。可能算清楚，不好杀了。还有点也可能也没办法，劫财也没有，必须得消解了。是的啊，不管能不能做活，只能消解了。对对对，当然，隐隐约约看着是可以出棋的。是，好的。那么本局棋呢，我们解说就到这里了啊。这里也是希望杨挺新九段能够好好总结一下，是吧？对，这个还是要朝前看，这个还年轻，是不是？还会有后面有更多的机会。对。我觉得是中国围棋也需要好好总结一下，这肯定的，不只是杨挺新一个人。现在要打败深圳旭，是整个中国围棋界的一个目标吧。是的，是的。好的，那感谢曹德元老师今天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大家来欣赏了这个 LG 杯决赛。那么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